都就不要告白了，还可以维持好友关系。我觉得人太好，我也要改变自己。太好了，我来吧，终于觉醒。妹，你可以帮我把药丸倒。啊。阿飞，垃圾车来了。哦，来了。谢谢。不会。你等一下记得再帮我买小熊饼干哦。好啊。要不要顺便帮你买咖啡啊？还是你要？不对啊。什么不对？阿飞，这既然头发都剪了，应该跟过去说再见吧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早知道就不要告白了，还可以维持好友关系。这也比较喜欢公主病的女生嘛。换桌布。你不是说男生贴心，女生就会喜欢吗？爱情又不随便套公式可以完成的，还是我再帮你。对，我觉得人太好，所以才被发好人卡。我居然不靠催眠，我也要改变自己。太好了，我来吧，终于觉醒。阿飞，垃圾车来咯。哦，好。喂，我想大便，你自己倒。啊？对。哎，叶好，垃圾车来了，你赶快去倒垃圾。我。吧。跑起来。外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哎，阿飞，还是你可以直接帮我外带啊？好啊，我顺便帮你加辣。然后，不对啊，我怎么又掉入这个陷阱呢？叶瑶，我们去吃素哦。好啊。为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喜欢吃素菜啊。那没办法，你自己叫外送。阿飞，你长大了。走吧。耶呀！干嘛？帮我买欧阿米刷，加蒜加辣，大碗。用我？我以为赛我的鸡。千羽大公主，你欧阿米刷来了啦！哦哟，很久哎，我都快饿死。几十块。好耶好，我不敢吃香菜啦。谁知道哦，不要啰里吧嗦，快吃啦。阿飞，你可以帮我吃香菜吗？哦，好啊。喂喂喂，不对，还有我的理性压过感性，就像大头压过小头的逻辑是一样的。我进化了。我不吃，我吃香菜会胖。阿飞，你这样就对了，坏坏的感觉有塔可的八成像。是可塔。耶好，这整个都是香菜味，我不吃了，我要叫 Uber Eats， 所以我不给你钱了。喂喂喂，不对耶，不对耶，你这个恶毒查某，小度会丢。把药丸倒。啊？千羽。刚刚真的是立可白啊！你刚刚是用右手对不对？不要靠近我！阿飞，这就是你不对了嘛！我都关静音了吗？怎么会锁门呐、啊？哦，叶一豪，你最懂我，我平常都是用左手啊！你不要用你右手碰我！
哦，千羽，你知道我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平常用哪一首。也好，慢慢用啦。哦，千羽，你知道我不是这种人吗？也好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整个人黑掉了、欸。没关系啊，男生不就这样？我会再说服千羽用健康的角度看你。我已经懒得吐槽你。阿飞，现在方便进去吗？可以啦。敲门。给你，这是我抛开羞耻心去买的。千羽，你真的误会了。这个就当作我们的破冰礼物吧。千羽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幽默了、啊？对了，阿飞，你还是做回你自己吧，耍酷一点都不适合。勇猛状态，高潮不断。小三，我不懂。还我了，就千羽买的。我们快回家了。